大家好，我是意法半导体智能手机技术创新中心软件算法专家李光龙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基于 STM32 而集成传感器无线通信的智能眼镜解决方案。我们智能眼镜上的板子叫 Saturn 上集成 STM32H7 作为 MCU， 同时它还集成了很多 ST 其他的元件，比如 TOF 传感器、 Global Shutter 图像传感器、惯性传感器、无线充电芯片。我们智能眼镜主要有四个功能，第一个是展示传感器数据，这里我们将展示 ST 传感器的数据。第二个是手势识别，这里我们将通过 TOF 采集手势数据，通过 AI 算法进行识别，然后在 APP 中显示结果。第三个是二维码扫描，这里我们通过 Camera 传感器对二维码进行扫描，然后将结果传输到我们的手机进行显示。第四个是 QR 滑动，这里我们通过 QR 传感器对滑动手势的方向进行识别，传输到手机进行显示。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 demo，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销售人员，谢谢。